老佛爷，小德子到。民女黄荷香给太后请安了。小德子，恭请太后老佛爷圣安。抬起头来，小丫头，让我瞧瞧。哎呦，哎呀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小德子，你可是啊，有福气的人呢。托老佛爷的福。得嘞，那我就恩准你们两个，择个吉日把这婚办了。谢老佛爷恩典。谢老佛爷。甭怕，从今儿起呀，这衙门呢就不会给你们找麻烦了，知道了吗？谢老佛爷。得嘞，起来吧。你瞧瞧，哎呦，光说呀，恩准你们俩成婚就了事儿了吗？我得随个份子不是？小翠子，嗯，准备了吗？背着呢。等我来。是这一对儿，给他们拿着吧。哎，小德子，这是老佛爷赏的。谢老佛爷赏赐。瞧瞧瞧瞧，老佛爷。得了，你别埋怨他了，他不是头一回进宫吗？难免呢有点腼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不是？起来吧，回去准备准备啊。谢老佛爷赏赐。我说你还在这儿干嘛呀？还不去干活去？老佛爷说了，这玉石榴明儿一早啊必须得做出来。哎呦，这么急啊？那行，今儿晚上我连夜赶。保证明儿一早啊，就把这玉石榴放在老佛爷的床头。那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！我说你慢着点儿，你慌慌张张什么呀你？行，哎呀，师哥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大事？哎，听小太监说，这老佛爷把赛香妃许配给杨老板了。啊？对呀，赶紧去看看吧。我。老佛爷能为草民百姓恩准成亲，说实话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我就没听说过。哎呦，你说说你啊，多大的福气呀！我知道你还忘不了天顺儿，可是你跟天顺儿不是成不了，不是吗？啊，忘了他吧。那大德子挺不错的啊，人家无论从相貌人品，别说是咱们老街了，四九城人家也是一等一的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太后会恩准？我原本以为就是跟杨老板进宫谢个恩，可没想到我怎么跟天顺哥交代，我怎么面对天顺哥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你跟天顺啊没缘分，他不该娶你，你也不该嫁给他，别跟命较劲儿了。不跟命较劲儿，那我就跟自个儿较劲儿。哎呦，别胡思乱想啊，千万别瞎想啊。哟，何香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的人是天顺，我这也不是要横刀夺爱啊。那就是乘人之危，不是乘人之危，我是怕人把你给抢了。李天顺已然和吴秀珍定了亲，你不嫁给我，难道还有谁配得上你吗？我不嫁人成不成？不成。你不嫁人的话，谁来疼你？谁来护着你啊？
天顺，大头子，你帮我兄弟。天顺，这件事儿，你在太后面前求恩准这出戏，唱的真好啊！啊，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啊！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是我在三夕后求太后恩准的婚事，要为何香求情，要不然我名不正言不顺呐。杨尚德，你没安好心，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何香呢。如果我不求太后的话，何香没准现在还在衙门里受着冤屈呢。何香心里的人是我，是我。你知道何香心里有你，你还跟吴秀珍定亲，你这不是打何香脸吗？一个大姑娘，谁能受得了这种委屈？你甭跟我说这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比谁都清楚。好，你退了吴家的亲，我立马远走高飞。你要不退，你就别说我没安好心。李天顺，我也是真心的喜欢何香。枪扭的瓜不甜，你想干嘛？咱俩小时候都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。别以为我怕你，那就来吧。住手！反了你了！为娘们打架，老界的规矩都让你们给坏了。夫人不依。李白，别打他，这事儿不赖天师。住手！大德子，你没做错，何香跟你是对的。不对，你想气死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了变成鬼，也不会让你去娶那个赛香妃的。大德子娶何香，是老佛爷很准的，谁不听都不行，明白吗？回家。爸，妈，我知道你们为这事揪心，我也是走投无路，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讲。你还想说什么？你让孩子说嘛。顺子，有什么话你把他说开了啊。我就还是那句话，我这辈子必须要娶黄河香，我铁了心了，我必须要跟吴家退婚。天顺啊，天顺，是不是要因为这事儿死上几口子你心里才踏实？跟吴家退婚娶黄河香，那是打太后的脸。你想要风平浪静的过日子，那你只能娶秀珍，只能。你要是当初同意了我跟何香，男人后边怎么解释？你埋怨我，你埋怨不着。是衙门带走了何香，是你万般无奈，才让大德子去求太后的。大德子也不是人，你也埋怨不着大德子。
如果大德子不娶了何香，那何香说不定已经是哪个大官的姨太太了。太后若是怪罪下来，我一人承担一切。你承担不起。反正这谁说了也没用，就得何香一个人说了才成。何香，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姑妈，我一来就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还是走。走？往哪儿走？你知道你走了以后的后果吗？你跟大德子的婚事儿是老佛爷做的主，你不结了，你走了，那大德子和天顺怎么办？他们两个都会遭殃的，我也会遭殃的，甚至整个老街都会遭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天顺，但是你必须得放下，为了所有人，你跟大德子这个婚你得结。崔公公到。崔公公，今儿我来啊，是老佛爷想看看。李天顺，你好大的胆！你这叫欺君，你知道吗？崔公公，要不您把我带去见老佛爷，我亲自跟太后解释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想见谁就见谁是吧？上回的事儿，我看你是没长记性。来人，把李天顺带走。这，哎。崔公公，这你再多说一个字儿，连你一起抓。越说没动静啊，八成就是有动静。嗯，说不定啊，动静就更大。太后不必担心，不过是几个书生，手里无一兵一卒，翻不起大浪来。这袁世凯他用新法练兵，那他对那些书生们的变法有什么想法吗？袁相成心机重重，不可琢磨。要叫我说呀，这些人呢，可以利用，不可以重用，知道吗？甭管他有多少心机，有多少花花肠子，把话给他撂在那儿，他就不会变本加厉了，知道吗？太后圣命。何香，多少吃一点吧。我吃不下。姑妈，您吃吧。哟，大德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何香，事儿我做了，话我不多说，就一句，我非你不娶。你别说了，何香。哎呀，来，赶紧起来说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俩呀，这一辈子想分也分不开，命，这就是命。我认命。我不认。你得认。老佛爷，奴才有要事禀报。说吧。造办处的御工李天顺未能按时雕完玉石榴，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啊！我想把他押到顺天府去。我这也没钱儿，没功夫。
拍下。哎，这。你说说你是干什么吃的，啊？你不是管事的吗？他们拿人就让他们拿呀。贝勒爷，我拦了他，他们要连我一起抓。躲开我这儿，躲开！哎，贝勒爷。您消消气儿，喝茶。这李天顺真不让人省心呐！哎，贝勒爷说的对，上回这小子就让侍卫给逮着一回了。我看这小子是记吃不记打，我估摸着这回出不来了。我用你告诉我。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赶紧的给我想法子把人给我救出来。哎呦，贝勒爷，您看小的，没什么好法子了。你这废物，这回又给他押到哪儿了？顺天府大牢。好，顺天府押李天顺。他就是活该，他就是。哎，对对对，活该，活该。奴才普兰亭叩请老佛爷圣安，老佛爷万寿无疆。得了，哪有那么多的万寿无疆啊？起来吧。谢老佛爷。这袁世凯呀，密报，维新派说是后天呢，围困颐和园，想要囚禁我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？不知老佛爷怎么打算？我能打算怎么办呢？合着我也不能说等着他们来囚禁我吧？那自然是不能。今儿你来是不是为了造办处的那个李天顺啊？老佛爷圣明，那李天顺呢，就知道吹牛，耽误了老佛爷的事儿。可您也知道，当初李天顺他爸爸雕那玉石榴雕了整整五年，这一时半会儿的他确实雕不出来，所以怎么着，放了他？奴才不敢。那就放了他吧，让他长个记性，但是不能再犯事儿。奴才谢老佛爷恩典。明月啊，奴婢在，老佛爷吩咐。我想把你许配给这个多罗贝拉，怎么样？啊，老佛爷，这……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丫头是刚刚进宫的，但是她知书达理呀，啊，她还看过《红楼梦》呢。比起那些大字不识的那些宫女儿们，她可是强多了。怎么样？啊。奴才谢老佛爷恩典。这小德子加上你，就是双喜临门呢，聚聚晦气，就这么定了。来吧，丫头，拿着。奴婢谢老佛爷。先生，街上胡同里都是兵。我知道，康广仁先生已经被他们抓走了。那您是不是该避避风头啊？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候着他们。先生，有我保着您，肯定能安然无恙地离开京城的。袁世凯出卖了我们，断送了变法，是我没看破他，功亏一篑啊。先生，先离开京城，再图变法大计。变法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，
我不走。我说过，变法不成，我愿意流第一滴血。先生若执意不走，那我就陪伴先生一起流血。一起流血，大可不必。你是变法最好的见证人，你要把见到的一切给百姓们口口相传。先生，我相信中国定有强盛之日。宝剑赠英雄，此剑名凤举，这是我平时习武之剑，留个念想吧。先生，您是不是嫌弃明月了？哟，您想多了，不是那么档子事儿。我一个人住独惯了，眼下冷不丁的家里多了个女眷，不太适应。哦，我听老佛爷跟我说，你还读过《红楼梦》啊？嗯，跟我说说，《红楼梦》里头喜欢的是谁呀？我喜欢宝钗，貌美如花，举止娴雅。嗯，可你不觉得这薛宝钗，她是装鱼弄拙，暗藏野心吗？这我倒没读出来，贝勒爷能给我讲讲吗？好，坐下，坐下说。这薛宝钗呀，是个人精。贾母要给薛宝钗做生日，那就让薛宝钗点戏。薛宝钗呢，没点自己喜欢的戏，点的都是贾母的喜好。后来让她点吃食，她点的也都是贾母喜欢的甜烂之物，当成自己喜欢的吃食。这几件事办下来，原文里写贾母对薛宝钗就更喜欢了。能办出这样事的人，还不是有心机，还不是藏野心呢？这我有点明白了。还有一次啊，是史湘云要起诗社，但是没有钱，所以谁呀？李天顺求见。哦，叫他进来吧。是。贝勒爷，我今天要不是因为有急事儿，我不会这大晚不色的跑这。哦，这不是外人，这是老佛爷今天刚许配给我的明月格格。哎呦，我明月见过大人。哎呦呦呦，您可千万别，我可不是什么大人，我就是造办出一雕玉的小玉工。李天顺呢？哎，你小子是不是有点蹬鼻子上脸了？嗯，我今儿可刚把你救出来，大晚上的就闯我的贝勒府，你有什么急事儿啊？贝勒爷，您能不能帮我跟那个老佛爷说说去，别让大德子娶那何香，我这心里头装着何香呢。李天顺呢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啊，那老佛爷金口玉言定下的事儿，是你个玉工说改就改了的？我可告诉你，打今儿起，你跟那黄荷香的缘分算是没了。往后你再找什么红荷香、找绿荷香，那是你的事。这档子事得让他过去，要不然你不要脑袋没关系，当心你一家子的性命。贝勒爷，我跟荷香，我怎么就说不明白你呢？啊，现在什么日子口，闹变法呢，知道吗？按说这么变一变也未必是坏事，可是呢，这帮子书生现在冲着老佛爷去了，老佛爷见天的为这事儿都翻透了，这节骨眼上你可别给我撞枪口去，听明白了吗？打今儿起，你就好好雕你的玉，麻利的把那玉石榴雕得了，比什么都强。剩下的送你四个字：不闻不问。奴才恭请太后安，老佛爷吉祥。起来吧。袁世凯密报，维新派那几个人后天要诛杀奴才，围困颐和园，囚禁太后。
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他们也不这么咱们。我这辈子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啊，能在他这小阴沟里头翻船呢？笑话！告诉他们，给他们这些书生啊找个合适的地方消停消停。择时问斩，再告诉那个糊涂皇上，也给他找个地方，让他闭门思过。退下吧。这把谭嗣同给我抓出来！不用抓。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。明白人，走吧。奴才恭请太后安，老佛爷吉祥。这火急火燎的。那六个人不是给逮住了吗？回老佛爷，嚷嚷变法的倒是没有人了，可这心里边跟康良穿一条裤子的人大有人在。嗯，想穿一条裤子那就一块死呗。可这些人心里怎么想的不知道啊，奴才不好办。无中生有的事儿啊是不能办，捕风捉影的事儿呢那大概也差不离了，是不是？你记住了啊，对那些书生们呢别太过不去，那六个人呢不都逮着了吗？他们都吓破胆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着重留意平日里有什么人跟皇上来往的走动的，那就是吃里扒外的内贼。记住了，要重兵看守刑部大牢。明白。回来。罢了普兰亭的差。崔公公，崔公公，您来的正好，这玉石榴我们雕完了，您过过眼。今儿不聊这个。李天顺，哎，这是你的活吧？是，这雕的不好，崔公公。嗯，雕的好，雕的好。你知道你雕的这是谁吗？吕洞宾。是。吕洞宾是干什么的呀？吕洞宾是八仙过海里边其中一位啊。你别跟我贫嘴，八仙过海我能不知道吗？对，八仙过海您肯定知道。那您知道您还问我吕洞宾？这吕洞宾呢是变戏法的祖师爷，你雕一个吕洞宾说明你心里啊是支持康梁变法的。哎，不是，这变戏法跟变法它可不是一回事儿。是一回事儿。
这我师哥根本就不认识那康良，这怎么可能掺和他们的事儿呢？您是不是误会我师哥了呀？啊，我误会了你又怎么着？你一破玉宫。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小破玉宫。可您琢磨琢磨，我这么一小破玉宫，能掺和军国大事吗？您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行了，我没闲工夫听你说这个。你们俩赶紧卷铺盖卷滚蛋。这说走就让走了？不是我这，哎呦，我说你还磨叽什么呀？再磨叽小命就没了。什么？你丢了造办处的差事？这不是正找别的差事了吗？跪下！老子我在造办处干了一辈子，没出过一点错，没掉坏过一块玉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这样了？你平日里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你得罪什么人了？没得罪人，我遭人陷害了。这康良啊，你跟康良走这么近干什么？康良是干什么的？爸，他这康良啊，造办处的。什么造办处的？康有为、梁启超两位大贤，他们要变法，要改大清的章程，老佛爷生气了，要治他们的罪。嘿，敢跟太后、老佛爷对着干，那该治。小子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敢掺和？行吧，爸，我呀，我是想掺和了。人家读书人的事儿，人不带我玩儿，玩是不带你，到现在闯下祸了，可没落下你。你这个废物！行，您也甭骂了，您想打您就打吧，行吗？你起来吧。哎。哎，顺子哥回来了。嘿，你干嘛来了？怎么说话的？你把老子气病了，你妈忙不过来，人家秀芝替我抓抓药，照顾照顾我，不行啊？哎，对，你不是造办处的差事丢了吗？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儿，那就别三个月了，这几天就把亲给我呈了。啊，不急。哦，我刚才在街上听人说衙门的人在找什么康良，您说这也没闹饥荒啊，要什么康良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这前门楼子跨不轴子的。那你说的康良是什么呀？闺女，别打听，这康良啊跟咱草民百姓不相干。哦，站住！哪儿去？我心里头憋闷，我出去走走。不许去找黄河乡，听见没有？李白，他刚丢了差事，心情不好，就让他去散散心吧。你就不怕他这心散狠了回不来？不会吧？我还不了解他。啊？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这李天顺啊，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啊，恶心死了！知道为什么让人宫里边给轰出来了吗？为什么？皇上，您说说，说说，偷人东西，手脚不干净，啊，拿了宫里头宝贝了？不可能吧？这宫禁森严，出来进去的都有大内侍卫搜身，宝贝。恐怕连张纸片啊也别想带出来。对呀，甭这样聊，废什么话呀？你去过宫里啊？没有。你没去过宫里，你这摇头尾巴晃的瞎说什么呀？你知道我知道啊。您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宫里的东西多了去了，能偷出来那就是上下都串通好了的，知道吗？
你就说我们家吧，我有钱吗？是啊是啊，有钱有钱。我们家的钱，宝贝，凑吧凑吧，也就一箱了。您知道太后老佛爷有多少宝贝吗？多少啊？多少多少呀？那是拿库装啊！金山银山呐、啊，丢几件都看不出来。也是，你说这玩意儿吧，啊，我这拿手挑着它，是吧？到人家那儿，这东西扔了卡鸟，知道吗？这么有劲啊！好家伙，以后啊，碰上李天顺，防着点啊，别让他上你家去。多恶心呐！丢点东西都说不清楚啊！确实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对，啊，是啊，手脚不干净。是，那人，等会把茶先结了啊！好嘞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啊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防着点啊！慢走，慢走，防着点。何行，快点说吧！我真是想不出办法来了，要不然你跟我走吧。走？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如果你信我，我养活你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本来就是无依无靠的。天顺哥，你去哪儿，我就跟你去哪儿。好，那我们别拿东西，带东西多了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反正我有手艺，有力气，到哪儿都能有饭吃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嗯，你快走吧。哎。